是可以这么随性。早餐咯，最近的面包口味我都是挑肉松，最近超爱吃肉松面包，吃饱啦。今天小米糖的副食品我要做鸡肉玉米高丽菜米糊，这个是鸡肉，它没有什么油脂，然后玉米跟米我会一起煮，那高丽菜跟鸡肉我用水烫过。我想要吃鸡块跟烤鸡翅，那我一样就是用那个惯用锅烤的方式来煮，然后跟等一下烫一点青菜。我要带来煎荷包蛋吃，我超喜欢吃鸡蛋的。好了，
那准备要开始吃饭了。一个人吃饭就是可以这么随性，简单料理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完成。开动啦！鸡块还是红龙的比较好吃，可是上一次去没有看到红龙的，我们都卖光了。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好吃。嗯，这个鸡翅还蛮好吃的，还蛮入味的，然后辣辣的，我喜欢辣辣的，要来配个绿茶。拜拜，弟弟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。